欢迎继续关注广东早晨。昨天，广东省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贪污受贿罪判处原广发银行珠海分行行长曲建国死刑，缓刑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经查，曲建国贪污金额高达3000多万元。